想要对我的鲁莽还有无知的判断，以及所有支持过我的人还有支持我的家人感到很抱歉。洛西派抽大麻烟被逮，发片便道歉，讲到一半救兵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丢脸是不是因为你抽大麻，而是你抽大麻被抓，站到路面上去抽大麻，你是怎么咖嚣张到这种地步？宪哥当面骂儿子给大家看，说他不坏，只是不够聪明。我觉得你是驽钝吧，你应该不是坏而已，坏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笨却是一辈子。感慨自己生了个笨儿子，骂着骂着突然，当父亲的责任就上来跟你拍一张照片，好吗？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我没有办法原谅，嘴上说不原谅，但主动和儿子拥抱，还刻意提到他有音乐的长才，伯克利读三年就毕业，台湾这么好的一个人才，那么吸那个东西干嘛呢？总是在发片前捅出大篓子，上回说要炸掉北市府，被罚了50万，吴宗宪一样骂给大家看。你不是发生在美国 ，Who cares？ 对 ，Who cares？ Who cares？上回还偷酸老爸，这回宪哥说不出席，在外面绕了5圈，还是放心不下，甚至还爆出自己要再生2个小孩，是不是要替路西派转移焦点？为了保护爱子，劳财费心，伤透脑筋。三立新闻吴克祥、张启云台北采访报道。